心是不是？一心只给在一品，所以我看到这一篇的时候呢，佛法思想，咱拢看到迄落个匾额写天道酬勤，哦，原来只要咱若肯修心，替上天办事业，阮府顶一个前贤讲的，什么差，我袂记起来，预差哦，伊讲。咱去食头路，上天迄落去食头路，头家敢会发薪水？若无薪水，恁敢要去做？当然姓苏，毋免薪水尔。你即摆来咧，咱拢咧代天宣法，替天行道，办天事。上天敢会甲咱挂转？你对了，所以一定要请天道酬勤，皇天奉天无私，规定信物。哦，好。第三，累劫难算，大冤枉。每天来的因缘结得，哦，无法要安怎圆满，爱透过行功得着，到真修十八。因为呢，咱人生不如十之八九，我们人生就是不能够圆满，有一个缺口，咱今日来透过修行要来补这个，哦，所以咱是咧安怎补完补款，所以六万多年来大清净，这个时阵正是六万年来大清净。积聚，足多的强恶业拢是生息，所以咱唔通搁伫遮醉生梦死哦。修道要一点仔真诚的心，办道嘛是会安怎敷衍了事。不要紧，今日办道，我也无做上礼，嘛无做下礼，嘛无负责督办，嘛无。如果我的代志，啊，今日当安怎？伫上看电视，办道是表传书经在领人的代志，拢是安尼。一早有法真正安尼，啊，即摆。要加呢，唔加，因为佛法领边点啊，都着佛法点得。我咧领恁来安排啊，明天礼拜六的办道，像这个礼拜六的办道，连任就安排了哦。由坤道点传师负责，因为咱白班爱坤道嘛吼，一早前到今晚有坤道，啊，所以我咧文理组长看，哎，坤道点传师负责，伊就安排来，安排人才来排班，所以呢，安排了佛法界当中。啊，五红经理嘛伫厝啊，杨经理嘛伫厝，我干啥咧讲？不可以的，所以呢，别当敷衍了事。如果敷衍了事，咱来寸功履历，要如何风清清业障呢？所以呢，这就是佛法教咱学习的。那么，搁再落来，要来学习的讲，这个我会注意如何消弯改业。第一，逆来顺受，可消业。一来顺修可消业，因为吼佛法安尼隐藏，咱即摆电脑真正有够舒适啊，嘛有够方便的吼，就是该隐藏个皮了，我拢免记，嘛免抄吼。啥物飞檐蹦顾，飞檐蹦顾会补吼，咱肾炎谨慎肾炎以养火，养火咱迄个研究会甲咱指点，所以伊咱讲到非常的详细。威严甲碰伊，下咱拢会拄着。我打假寿司的时阵呢，啊，咱公司的董事长，因为我得爱去聚餐啊，对不对？我假寿司，你不爱给我假寿司去聚餐哦。有一届头一摆，我去聚餐，因为不敢脱离团队，啊，就去聚餐。啊，我咧客栈就甲我买一个小火锅，啊，我就坐伫遐食，啊，就看因拢食咧大鱼大肉，伊伫六家咧山上哦，哦，无法拍卡公公，真冤哦。啊！我当时要开会，好啊，开完啊，等下我就甲阮科长讲，后一次的聚餐，若无要甲互我食素食，无要甲我食素食，我要聚者参加，安尼敢会使？伊讲好，你甲当来讲。我是真的跟董事长申请，哦，后来有几届交互我去食素食，啊，若无食素食，互我就无参加，因为无关互我的代志。那么伫遮呢，这叫非人公义，那么是爱坚持着咱的立场。有性事、凡事、身体上的不顺，拢爱虚心接受，因为是咱家己做的因，要虚心接受。所以何方呢？嘛，伊伫咧甲妈妈伫教白班的时阵呢，伊做个金经，何方甲讲哦，妈妈，啊，你念无念真经？伊讲迄袂使念出来呢，我讲袂使念出来，啊，无你念阿弥陀佛，哦，啊，就真正拢伫咧念阿弥陀佛，哦，啊，就咧写一直白，一直白。伊讲伊念阿弥陀佛哦，等下遐北遐北北到剩一个咧测伊个心跳尔。哦，啊，即摆来到普通病房，我就甲我妈妈讲，啊，感恩你看你赶紧来，咱出来普通病房啊。
啊，看护吼，捌去美交互爸爸家照顾，互我交代讲，啊，这阿嬷是食素食咯，你个主意毋通互伊食，对，还是伊头壳无清醒，叫你去买啥物，你学爸爸来学食。咱敢会交代迄个看护爱呢？哦，因为互我三工拢爱来食，弟弟佫无法度照顾，只好请一个看护，吼、哦、吼，安尼伊讲哦，我知道越南的外劳，大姐我知道。阿嬷食菜，阿嬷伫家务病房拢念阿弥陀佛，吼，因为拢真遐无聊啊，大家拢无咧出，毋是袂，拢袂晓讲话，但会晓讲话，佮用电视互伊看，吼，啊，只有时也袂当常看电视，就伫遐念阿弥陀佛，啊，所以呢，伊就，迄，看护就知影我妈妈食素食啦，吼，所以伫遮呢，咱爱虚心接受，吼，而且才有机会消解障碍，更不可以害怕任何不顺遂的境遇。遇到拢会，每一个人拢会，只要咱面对、接受、解决、放下，哦，咱就有智慧来解决了。啊，上天慈悲会甲咱扶持，只要咱无离开道场，拢有机会入行成功。这是咱有佛师尊来甲咱准备的，所以你来的时候要顺受，因为逆境无人爱，但是敢未来会，哦，一定会来。在咱每一个人身体上的病，还是讲哦，其实在咱过去少年未晓哦，少年未晓的时阵呢，啊，我年轻啊，我有力啊，我要几点睏嘛，拢未要紧，对无？哦，啊，要做偌济工课嘛，拢会干。但是等到咱年纪老的时阵，咱未晓居安思危，不要畏从哦。等到年纪老，咱体力渐渐消退的时阵，咱才知影讲健康的重要哦。那么等到咱小可身体上无，不顺利的时阵，咱嘛爱接受，要如何来调养？哦，要虚心接受上天会做最好的安排。第二，因果业力可消业。哦，因为呢，无形的因缘业力，无形大德伊爱拢是功德。所以呢，伫遮呢，佛法得甲阮徐太太一抓去呢，伫遐分享。我甲讲徐太太，你即马敢会阁常常找咱这个周姐啊？伊讲素玲姐。唔免找啦，安尼想想看看的吼，过去因缘业力已经固定啊，对不对？咱即时只要咱拄到困难的时阵，行功德就该回向就会使。因为伊讲讲的到尾啊，拢是爱功德。我才讲，咱即马爱先趁好边的，那我先甲功德趁好边，等到咱无形业力来的时阵哦，到要开始拼吼，已经烧完啊。阮徐太太安尼讲。所以现在啦，会动个拢会较好法去前走哦。即摆伊是佛法个护法神哦。啊，伊讲素玲姐爱拼，爱拼个肯，唔通哦，等下像爬山安尼哦，措手不及。我甲讲无唔对，业力最大个坎地，会对有咱安怎？咱有地位会当提升我们的意志力哦。啊，若无呢，会互咱提振不起我们的道心道念。啊，迄个时阵，脚步敢会沉重？会哦，会无想要出门哦。亲像互我拄着妈妈一年第一个念头，安怎你样知？哦，想要打电话甲傅先生请假。傅先生慈悲，我妈妈正在我咧急救，我吼陪过班的课，敢会当卖讲，请别个讲师来助悲。因为后水马上的道心道念，马上受到障碍。但是互我阁思考一下。因为我目睭一直看妈妈有灰魂，吼，目睭遮大块，应该会好，会好，会好的时阵，我着放心啊来学习，哦。所以伫遮，咱绝对袂使动那个不好的念头，哦。跟各位浅显分享，或许是错误的，哦，或许是错误的。那么，脚步袂使沉重，那沉重变啊背得多啦。所以，当你质量足济的时阵，要多念经。哦，啊，是念哦，人这济公活佛无互咱一个口，毋是伫遐念哦，就是咱东海心念，还有咱的无字真经，咱的无字真经，佛法体会是一个足强的正能量，而且来靠手，到佛堂去靠修，确实有影哦。亲像佛法若要出来学习，不管是体会班，啊，亲像即几天的班，佛法逐天会知现象，拢爱去加。300叩首，求上天慈悲加智慧，慈悲让佛学顺利的完成啊今天的使命跟责任。所以呢，叩首跟无字真经的啊
执念是非常重要的，让爱有魄力担待使命，业力就会在你积极行功立德之下渐渐消解。把握时机快修办哦，哎，把握时机快修办，因为三十波多是人贵先济多，咱爱把握明白灵修的时阵，时时提醒家己爱快马加鞭，唔通搁再丢队。成功立地会当度的人，相对的对象一定爱去甲度哦。就像阮杨经理甲阮洪经理咧，哦，会知啊，有泰国的道亲。实在公司的人，泰国的道亲，阮杨经理拄啊回来，泰国的通对不对？泰语的通，赶紧招阮杨经理今日去拜访，嘛就是讲爱快马加鞭，真正把握当下，才能了脱尘俗哦，尘缘俗的，唯有跟咱清净的发心，唯有跟咱的天心本心，就是不生妄气可消业。遇到困难的时阵，袂使有妄气，因为咱过去世的无明的经济，稳藏伫咱的业识当中。啊，所以呐，拄到困难，咱的无明就业安尼，哦，无明就业。但是咱来业安尼，以愿生愿，我不爱修啊，这公老师拢无慈悲，前辈家拢无慈悲，拢无来甲我关心。迄个时阵，以愿生愿，安尼咱就无成功入定的机会，你就会安怎轮回，因无知识吼。哦，人拢有因果业力，真个佛法卖阁跳入去讲啊吼，因为咱拢知无业不转人，无业不转人，因为咱拢是来酬业，咱拢是带业来往生的。那么咱的其实咱有业，有善业甲恶业。如果呐过去世有修，根据做着佛缘非常深厚的呢，咱拢是善缘自来。为什么佛法拢安尼修？为什么咱为讲师像咱圣灯和讲师些？谢讲师哦，啊，咱付钱人对金刚经、对经典有啥物因的遐尼透彻？我人讲伊过去世修啦，读经世册哦，啊，咱即时吼五经典有够含万的，有够矛盾的，安怎更加打拼？谢讲师、谢老师时常会讲，你要把这本《论语》当作小说啦来看，咱敢有法度把《论语》当作小说？我看一本《论语》哦，伊对少年读较真，迄规本拢乌伊啊。啊，佛法一本《六祖坛经》哦，对佛法开始学习《六祖坛经》用较真。28年啊，佛法一本《六祖坛经》已经用书套吼，画都在搞，讲起一概去泉州吼，啊到迄公安到海关，我派入我的卡邦啊吼，派入我的背包，去互伊公安甲佛法问，你读这本要创啥？这本是你的吗？我的啊，这本我的册啊。啊，我伊讲你读这本要创啥？我讲我这传统文化，我修身养性。哦，啊伊就讲，啊你这本你的，我讲我的，啊我讲一段给你听。伊就讲唔免你写字，我就写字的。看这本敢是我的？吼，啊好啊，写字的看了看是好看的，登记我的台胞证，登记起的，才是我的。啊，主公好奇怪呢。今日你是从道理还是安怎的呀？我讲六祖坛经讲袂使客啦，从今以后佛法就拢甲藏伫行李箱，所以咱的册吼，你藏行李箱无代志吼。各位浅显，修诸佛心可消业，道心坚定可消业哦。因为咱的道心思想在不知不觉当中渐变。无法度修道如初见，身佛便有余。这句话呢，有时啊会飞去天顶哦，一年倒在心肝内，对不对？嗯。好，今日就对，下车听起来就飞去天顶。所以呢，咱一定要坚定咱的道心，咱才有法度啊消业哦。而且无法度跟各位浅浅分享哦，因为咱这世人修道会拄到足侪灾难、考验、甲不顺。因为多年还佫有未了的业，哦，所以甲咱讲，咱行一点仔功德，会当真正甲一个人60多年的业，一笔勾销。咱有处长去访亲的时阵，我感觉伊安尼讲，我感觉是贴切。伊甲迄浅显讲吼，啊，咱有多人，上天予咱7分，咱有3分，有10分的功德。啊，你敢知你即阵赚的功德，敢行人行了，含行都袂够啊？你要安怎会当？
去改变你的命运。哦，各位贤贤有理哦，是不是？所以咱尽量来行功业力，对生活往减弊。诶，一年内底，叫我都要消咱的业，消咱的一年业力哦。啊，无咧会真容易受这坎坷苦道。第五，努力修班科小业，一定要努力。读册爱努力，以前咱的囡仔读册，讲叫小朋友爱较努力，努力。为什么叫努力？哦，咱绝对吼，顶管一个努，下面一个力，对不对？嗯。你若要会当成就道业，爱先为众生出力。因为咱众生，因为咱来得救，但是咱嘛因众生去成就，所以呢，咱一定爱修，努力修办可消业，好，必死很重要。谢讲师去教阮伦理的时阵呢，若要闭班啊，吼，要下课。谢讲师不知道有今天有没有来，或许也不知道。伊拢安尼讲，慈悲开示呢，伊拢讲吼，各位前辈，咱即世修，要即世成，是即届万古奇缘，非常殊胜的因缘。咱一定爱努力，爱打拼，爬嘛爱爬上去，唔通阁对着四生六道轮回，用练的嘛爱练上。各位贤贤，所以呢，伊无烧着伊哦。年纪虽然七十几岁还未做到诶，七十几岁才开始呢。咱少年家伊爱会知影坐对高阳坐车到爱上哦，啊，甲阮功课两点钟讲了，食饱啊，阁随坐上去。这个精神哦，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对象。那么嘛，伊家咧，互我看咧，家诶时阵咧，我才讲，原来谢老师思想咧自卑诶。爬嘛，还要爬上，就是要了脱生死轮回。所以各位前言，包括好哈，我们一起来努力，好不好？哦，嗯，感谢慈悲。好，结论一个五分钟。阮江坛主甲好哈讲，不管你讲了好唔好，拢未要紧，重点要准时下课。你若无准时下课，你头前讲的遐吼，我拢甲你扣分啊。因为伊无做江苏，唔知影江苏的情况。你们坐着听，也可以眼睛闭起来睡觉。啊，或许都常常体会白羊舞台上的讲师，可能会过去坐的业障较重，还是即坐会当消较侪业障。徛咧呢，啊，恁拢坐咧爱困，目睭会当开开，对不对？嗯。目睭拢无开过人，也手。哦，感谢慈悲。安尼有甲佛法旁听，感恩。那么咱今日的课程，悔过认错，依小愿，行功了愿，依戒业，这是咱今日的功课哦。哦，啊好，他已经把咱学习了。哦，咱有注意听无？第一点会安怎？第一点就是啊，佛法嘛，常常袂记起啦。偷看一下资料诶。第一点就是应付家己，对无？哦，第一点会应付自己。第二点。光说不练，虚心假意。第三点，只以为家己足够，足有能力的。第四点，讲变。第五点，上加爱注意的，就是有人白来人世间一转，没有回程票。所以呢，咱透过今日的学习课程，悔过认错，一消愿，天公了愿，三思并行，六度万行，依戒业。哦，那南极仙翁慈悲甲咱讲，一个夫妻的人，伊会浪费时间。也要做足了，一个奋斗的人会等待时间和机会。确实哦，哦，即阵咱道化家庭大部分嘛，把囡仔都带起来，所以即摆有国语班，国语班真正拢年轻的、年轻的一辈，我发查某囝甲阮阿孙吼，还不管几岁，前头以上拢爱去遐入班。那即摆修行毋是少年人的代志啊，迄人较奋斗啊，就讲吼，修行食菜是恁老人。哦，我阿个少年，哦，那么这也就是讲，一个笨蛋的人，伊会有一种的理由。那么像一个识卡的人呢，伊会争取时间求名利，哦，求名利。一个智慧的人，伊会利用时间行功立德，啊，就是在座会注意前言大德。咱拢是一个有智慧的人，咱会当呢透过哦行功立德，内心化妄兼悲。而且一年内底来行功立德，会当来予咱消愿解业。咱
那么一波呢，辉哥班，那得咱借个借个，有咱辉哥，诶，这个一年修行的一年呢，用上天标兵。一波呢，咱研究你呢，甲咱慈悲的大部分都是对心的功夫，用慧甲用定吼、哦。那么佛法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呢，佛法嘛无要去互咱啊来学习，学佛法呢，学习这条圣歌。那么当然，这条圣歌就是忏悔歌吼，咱一早一定拢捌听过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佛法最后敬祝咱各位前缘身体健康，福慧圆满，点火选学习的机会，感谢慈悲，谢谢。阿弥陀佛。感谢点燃是慈悲，钱到冲，荤到冲。